看看新闻网。我是姐姐 Benny， 我是妹妹 Lan， 所以我们是 Benny Lan。 我们两个呢是在日本生活将近七年的一对双胞胎姐妹，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训练过程的，不管前途有多么的艰难，一定会有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舞台。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？姐姐应该是长得比较文静一点。但是姐姐刚刚唱完一点不文静，她看到四盏白灯亮的时候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因为你知道四盏白灯就表明你们进入下一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能够被四位老师前辈能够认可，真的很开心。你刚上台来之前紧张吗？说不紧张是肯定是假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一直都在海外。我们在日本已经待了有快七年的时间了，这次能有一个这样好的机会唱歌给大家听，真的很开心。明白。你们在那边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自信，哎呀，我可以去日本了，我可以成名了。但是到了那边之后，三个月的地狱般的实习，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一天练多少个小时啊？我们练12个小时。真的就是练到我当时就是趴在马桶那儿就吐，每天就想回家，跟父母打电话就我要回去，我受不了了，然后还要去街上发自己的传单我们接下来有那个不要钱的 live， 你来看，就给人家鞠90度的躬，请来看。但是我觉得只是一种成长。那你们不担心你们唱日文歌曲在这边也造成语言不通的困扰吗？这些观众听众们他们听不懂你们唱，你们没有想过吗？为什么要唱日文歌曲？为什么唱这个？就是想给这里的家人还有朋友们交一份答卷。真的说真心话，在日本待了七年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，就觉得真的没有做出一个成绩来，觉得很没有面子。大家你们想听我们两个唱一首中文歌曲吗？一小段好不好？See me fly, a bird to fly up high. 无能一直以来，别人给我拥戴。Believe me, I can fly.七年，
你们所熬过的所有的日日夜夜，对，最后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。而现在四位老师给到你们的认可，就是对你们的七年努力的最大的鼓励。你们七年没有白费，干杯嘞！加油！谢谢。加油！四位都给了你们通行证，你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张。去到哪个组？我们选择